咱们就此别过。兄弟啊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对六姐到底是嘛样的心思？说出来，老哥帮你想想辙。其实，先前我就是觉得跟她在一块聊天，很惬意，很舒服。兄弟啊，这可是艳福，干嘛叹气呀？不是。 龙爷，您不知道，其实我有未婚妻，而且是青梅竹马。那，你再考虑考虑。不说这事了，龙爷，您多保重。好，多保重。启蒙，龙爷，后会有期。兄弟，后会有期。 还是在这条往来逐利的运河上，孟洛川心中万般感慨。回想青楼醉酒邂逅六姐的那一夜，她的真诚善良，她的温婉体贴，她的有情有义，都激起了孟洛川无限的思念。可是。
想到了王孟两家的婚约，他又陷入了沉思。真没想到，小兄弟在铁坯这条生意上，竟然又翻出军服和帐篷这两桩大生意来，真难为他是怎么想的。在做生意上，咱小师叔的主意啊，那简直是，哎，我新学了个词儿叫匪夷所思。四猴子，我发现你自打跟了这位小师叔以来，你是夏天的高粱，一天一个样，连说话也文雅起来了。不是有句话吗，叫做这个近朱者赤，近墨者还黑呢。越说越来劲儿。龙爷见笑。不只是你啊，说实话，这两天我也感觉到眼界宽了许多，不管做什么事，总能比以前多想一步，多看一层。龙爷，其实啊，小师叔也有他拆解不开的事儿。拆解不开的事儿？嘛事儿？小师叔济南商号的那个艾老掌柜，那就是一个四六不通的主。就因为这个艾家和东家有一层特殊的关系，那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想帮他？这次生意上的匹红啊，小师叔格外照顾。有道是知恩图报，真君子啊。好，天大地大，江湖义气第一大。没错，猴子，你能这么想，够劲儿。哎，龙爷过奖。说说吧，想怎么帮他？我想听听龙爷您的主意。小兄弟终究涉世不深呢，不可过分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觉着吧，只要让这个艾老掌柜自个儿提出辞柜来就行。有主意了？主意倒是有一个，不过得借重龙爷您的神威呀。行，为小兄弟的事儿嘛，让我干嘛都行。哎，谢谢龙爷。但是这件事一定要给我瞒住小兄弟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甭看，闻见味儿就知道四少爷回来了。孩儿给娘请安。嗯，哎呀，气色不错呀。嗯，碰见什么开心事儿了？娘您不知道，孩儿这次去天津，翻手之间我就做成了一笔。做成什么了？这笔生意还没落实呢，等回头瓜落了价，我再跟娘说吧。常年说啊，一年的买卖，十年的祸福，可不是什么买卖都能做。你呀，心里头得有杆秤，手中得有把尺。哎，我记住了。娘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数地契。哎，我这辈子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地契，数这上面的田亩。这叫什么乐趣？哎，千买卖万生意，不如村头十亩地。别动。嗯，以后儿子肯定好好做生意，给您买大片的土地，给您弄了一摞的地契，把这盒都装满了，让您在家数，肯定数的手指头都酸了。哟，那感情好。到那时候啊，娘才能说，嗯，你是真有出息了。我现在就有本事。娘。您看看，这是我从天津给您带的糕点，果仁章，十八节麻花。好，您先尝尝这个。来来来来，好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吧？嗯，又脆又香。嗯。哎，干嘛呢？哦，我来拜见王大人。你是哪里人啊？叫什么名字？旧军孟洛川。啊，对不起，
请回吧。走？往哪儿走？你说怎么走？哪儿来哪儿走去。你这个人也太奇怪了，你也不去通报一声就下逐客令。这是我吩咐的。小婿拜见岳父大人。孟公子，以后请不要再这样称呼了。你母亲没有告诉你吗？我们两家已经解除婚约了。解除婚约？望孟公子自重。哎，岳，王大人，我能不能再见小姨？我再重一命，请你自重。拿来。杨老板来了吗？来了来了，正在里面候着呢。那好，请。二位爷礼请。哟，杨老板，杨老板，侯爷，给您请安了。这位是龙岩府上的二当家翟爷。龙岩府上的啊？对。哦，翟爷，幸会幸会。嗯，二位来，请请啊！哎呀，侯爷，您是个大忙人，找我一定有事儿吧？是有一件事情，想借重梁老板出面帮忙。没关系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。啊，我听说您跟济南瑞福祥的艾掌柜挺熟的。哦，我跟艾掌柜是老交情了。哎，以前我在益州做生意的时候，常常从他那儿进步，也算是他的老主顾。哎，怎么，您有什么事儿托他办吗？不是托他办，是想托您办。嗯，实不相瞒啊，我们这次约您来啊，那是龙爷的意思。龙爷？嗯，我翟某在这儿先替龙爷谢过了。不敢不敢，翟爷抬举。这是龙爷的一点敬意，请笑纳。哎呦。不不不不，侯爷，翟爷，这我可担当不起啊！这个怎么着，梁老板，您是不给面子了？不敢，侯爷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就是了。其实这件事儿对梁老板来讲，那是再简单不过了。他是这样。等等，掌柜的，待一会儿再说。哦。啊，侯爷，你有什么为难之处？侯爷，你们这是陷梁某于不仁不义呀！侯爷，翟爷，恕梁某不敬，这事儿……梁老板，龙爷的脾气您大概还不知道吧？梁老板，您可是个聪明人，在这件事情上利弊得失，我相信您应该能够衡量得清楚了啊！您再考虑考虑。娘，王家退亲，您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去济南的时候呢，看见你为艾掌柜的事儿正发愁，就没说。昨天呢，我又看见你特别高兴，也没说。就算是他忘恩负义，也不至于这么绝情吧？你呀，甭想这么多，好好做你的生意。他想退亲是他的事儿，退得成退不成也不是他一方说了算。这么说您有办法？亲是双方定的，不能一方说退就退。那这是何必呢？回头闹上公堂，落咱一个赖婚的名声，多难听啊。他一个县太爷，他能怎么闹啊？那总这么僵着也不是事儿啊。除非雪莹跟他爹是同一个心思，要不是一个心思，那不是害了他吗？我心里有数啊。俗话说女大不遗留，就说我们想这么僵着，那王大人也不一定想呢。
像什么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朋友啊，嗯，他未娶妻而先纳妾，嗯，这合适吗？您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朋友不是我。季生，有一番话你得听好。一个男人将来有个三妻四妾是正经，但是有三句话你记住了。第一，正房必须把王雪银国娶到家里来。第二，你在外面不可让烟花柳巷迷了心情，别耽误了瑞福祥的祖传基业。第三，咱们是堂堂的雅生后裔，不三不四的女子你别给我往家里领。这三条是你依了我则罢，有一条不依我，咱们祠堂里见。这个年章是给雪莹的。哦，这个您想办法转交给他。以后除非王家自己下刑场，否则我绝对不会登王家门。大掌柜还没回来吗？哦，他临走时交代说今儿就回来。嗯，您坐，您坐。哎，现在街市是什么情况？大动静没有，但是不守不好已经开始提价了。二掌柜，您说实话，假如咱们现在的布号改变专营寨子布的格局，布匹生意像绸缎生意那样多品种多渠道的经营，究竟是利大于弊呢，还是弊大于利？少东家，这是大掌柜的事儿，齐祥不便多言。您不用管这么多，您就说说您自己的感受。这么多年来咱们寨子布一直很畅销，并且大家都知道寨子布是咱们瑞福祥所专营，已经深入人心了。如果贸然改变的话，不说咱们不习惯，就是众多的顾客也不习惯。这种变化究竟能给商号带来多大的坏处，或者能带来多大的好处，齐祥实在说不好。说不好我来说。给少东家请安了。大掌柜好。大掌柜，这三天的账我全给你收好了，全都在这儿呢。嗯，少东家，大掌柜，我到柜上去了。哎，你等等。少东家，刚才您问到咱们瑞福祥不专营寨子布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，那我现在给你回答，不是利大于弊，也不是弊大于利，而是百弊无一利。经营洋纱布，您还是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吧。瑞福祥凝结着我们孟爱两家先人的心血呀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传了两代人的瑞福祥毁在您的手上。
师爷回来了，府台何事动怒啊？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今年的棉灾刚露端倪，有些布号就开始抬高布价，真是无商不奸，唯利是图，果真如此。府台意欲何为啊？找一两家有影响的布号，诚意警摆，否则今年的棉市和布市非乱套不可。防民如防水，宜疏不宜堵啊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先不谈这些了，你还是说说平乱的事吧。李鸿章奉谕总治平乱，以利勇齐勇，并地方团练数万之众，将冉军合围于保定以南，估计不久就会开战。冉军不至于突围吧？最终战局结果很难预料啊，我最担心的就是冉军突围以后进入我山东境内，到时候天灾兵祸，哎呀，如何是好啊？西北各州县要早点布防，坚壁清野，以防万一。好，师爷，你马上就去布置。遵命。又有条陈呈送。又是院西打击，备轿。德成居的伙计送来的。哦，二柱子，你这买卖好啊！啊，托您的福，您里边请。哎哎，哎呦，太掌柜，太掌柜，梁某给您请安了。嘿，梁老板，你我都是老朋友了，还客气干啥呀？来来来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进了一船龙吨布，船到德州不敢再往前走了，知道为什么？正在平乱呢。冉军打到德州了，说这次我正是一事相求啊。你看，我们都是老朋友，还客气啥呀？
我想顾浩以前也做过龙敦部的生意，能不能通个方便把这批布给盘下来。老客有什么难处吗？老爹啊，不瞒你说，以前毕浩是买过一批龙敦布，那是因为有一笔外债折款抵账抵来的。老哥，我这批货你也当抵来的不行吗？这船过不去，卡在那里，一天的费用得多少钱呢？再说了，这平乱的事儿他遥遥无期呀。好吧，这批布啊我接了，不过咱们这商号的规矩不能破，我打算把这批布放到外卖上去。老哥，我……哎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俗话说，有常胜将军，没有常胜商人。常年做生意为业，哪有不遇上困难的？有了困难，咱们大家互相帮帮忙，也就撑过去了。老哥，来。我敬你一杯。好，请。再给您拿来。大爷，您要点啥料子？哦，我先瞅瞅，瞅瞅再说啊。那好，您老慢慢瞅着，有事招呼一声。哎，好好，您忙。您老看了一遍了，哪种料子合适您呢？就这个吧。好，您做什么用？需要几尺？十尺，按自己啊做衣裳。哦，大爷，依您老的身材，做身衣服需要九尺就够了。如果买十尺的话，要断一尺的料子。那就九尺吧。哎，来，你过来，给这位大爷啊量九尺的枣布。哎，大爷，您稍后。哎，
捡了四块布，这跟俺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这是我们店家的事。哎，俺问一下，你是对所有的顾客都这样，还只是对俺一个人这样？大爷，您别介意，我们对所有的顾客都是这样。可别的顾客都像我这样，你可就赔大了。以前呢，也有几个布的穿那种布的顾客。哦，可是像您老捡这么多的，我们呢还是头一次遇到。哎呀，太不好意思了，太不好意思了。没关系，老大爷，您可以继续挑。如果今天没有合适的，您改天再来都行。这样吧，俺呢，哎呀，你看看啊，带来了这么多钱。你呢？帮俺数一数，帮俺呢扯九尺布。哎，不过，俺有个要求，是多一寸布少一寸布，俺不要；多一文钱少一文钱，俺也不要。你看看这个，就按老人家说的办吧。哦，少东家，把钱数一下。老人家，哎，他们那儿数钱，您稍等。哎，好好好。您这是买布自己用啊？哎，对，做衣裳。数好了吗？啊，15摞03枚。你把那个灰布拿来。哎。老人家，您看看这块灰布，您满不满意？那就这块灰布吧。就这个哈。好。我们灰布的定价呢是17文一尺，九尺刚好是153文，钱是一文不多一文不少，布呢也是一寸不多一寸不少，刚好是九尺。来，剪九尺。好。快谈一桩啊。哎呀，师爷，你还别说，还挺好玩的。大人，您是怎么想出这么个邪乎主意？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想找一两家比较大的商号成衣景百，所以啊，我就到苑西大街去视察。哎，我呀突然发现瑞福祥，哎，货真价实，生财道，童叟无欺，生意经。于是，我就想在这童叟无欺上找点口实。结果如何呢？结果我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呀。不，应该说是乘兴而去，载兴而归。载兴而归啊！您想啊，您到人家那里去，肯定是百般刁难人家，而人家呢？却一点毛病都没让您挑出来，有如此之商号，岂不是济南之幸，百姓之幸，同时也是您府台之幸啊？嗯，哎呀，你还别说，他们店里啊，有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，待客有礼貌，数算精到，要不是他的到来啊，我呀还真就得逞了。想必就是他们的少东家。你认识他？您慢走，二位客官，二位里边请。承蒙先生错爱，瑞福祥叶东孟洛川应约来访。这不是算卦那位老先生吗？老夫何长子，拜见孟公子。嘿，
老先生别来无恙啊。孟公子请。老先生请。请请请。孟公子，你还记得我上次说的后会有期吗？记得记得，只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。老先生，看你的样子，您已经不再摆摊算卦了。不敢垂问，老先生现在在何处高就？啊，实不相瞒，老夫现为巡抚丁大人的幕兵。哎呦，不知何大人军位，晚生失礼了。大掌柜，啊，吉祥啊！天津的梁老板有一船龙敦布，早卡运不回去，半路上憋在德州了。昨天他来找我，苦苦相求，要咱们商号把这批布全部盘接下来。他是咱们的老主顾了，平时对咱们商号没少照应，我就答应了。大掌柜，咱瑞福祥是专营寨子布的啊。我考虑到这一节了，所以啊，我打算把这批布全部放到外卖上去，朋友代销的也不至于砸咱们商号的名誉。你把这事先在外卖上安排好，这一两天梁老板就押货过来了。哎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好。孟公子，上次你说的那桩大生意进展如何了？嗯，我临时有事耽误了几天，就没去成上海。啊，有一件你知道了会后怕不止的事，你还蒙在鼓里。后怕不止？什么事儿？昨天有一个乡下老汉到你们布店去买布了吧？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老汉特别古怪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谁啊？巡抚大人。真的呀，巡抚大人。不错。那他那身打扮去我们布店要干嘛呀？丁大人属于刚直临危闻名，早些年他在山东怒斩西太后的心腹宠监安德海，威名远扬。不过他对商人成见太深，这些日子我不断接到指控院西大街某些布号抬高布价的调整，于是他决定惩一儆百，严厉整治街市，以防今年的棉灾给棉市和布市造成大乱。他乔装去买布料，原是要去找你们的把柄，然后拿你瑞福祥开刀的。是这么回事？那何老伯这件事还没完吧？除非是丁大人改变对商人和商业的成见。让巡抚大人改变他的成见，这件事谈何容易啊。我想你那桩可以平抑市价、稳定街市秩序的大生意就是一套不错的说辞。您想让我去说服丁大人？都说无商不富，所以此举不仅关涉到你瑞福祥一家商号，倘使你说服巡抚大人改变对商人和对商业的看法，是做山东一省之幸啊。快点啊，儿子。嗯，忙完了吗？啊，昨儿下午来买布那乡下老汉还记得？记得，那老爷子整个一啰嗦神呢。啰嗦神？你可真敢说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谁啊？巡抚大人。谁？巡抚大人？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大师兄说了，昨儿来那老爷子是巡抚大人。你们甭不信啊，这是我亲耳听少东家跟二掌柜说的。你没听错吧？你别把巡捕大人听成了巡抚大人。说什么呢？我平时是怎么跟你们说的？收拾贵骨，神要治，心要专，荣要正，貌要端。
难道这条店规你们都忘了吗？富台，你们打过交道了，我就不用介绍了吧。草民孟洛川，叩见府台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说起来，我们这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。前次大人光临备号，晚生眼拙，实在是诚惶诚恐。你们店在待客方面做得不错。承蒙大人夸奖，瑞福祥立号40余年，始终恪守悦客的祖训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悦客，哼，好动听的字眼啊。顾客其实就是店家的衣食父母，悦客就是悦父母而会衣食。这句话倒是蛮实在的，难怪师爷夸你呢，确实是俊慧不显呐。不过大好年华不求读书治世，却热衷于环绘市井之中，哎呀，未免有些太可惜了。你我之间就像朋友聊天一样，有些什么话敢说无妨。走北闯南。